钓鱼啊！啊，现在清晨五点，跑到新店来看一下。现在清晨五点，前往新店溪。那应该是干草时间，差不多半岛。
打开。啊，我的嘞。这个知道吗？根呢？吃起来什么口味？吃起来叫什么啊？柠檬。柠檬。好啊，剩下一只没有好过。这是八斗子渔港，这里超多，你看很多船的在那捕鱼的，知道吗？超多人在钓鱼，有没有？这里大个没有的，这里都把可以钓鱼，钓啥？钓臭鱼好不？你有个倒位啊，有哦，哦，你会有记载哦，哪在哦？往右边，你的右边，往右边。好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海巡署哎，这抓那个抓坏人的这一艘船哦，他抓坏人，不要太靠近哦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这个水很深哦，要下去哦。那鱼耶，那鱼在吃饭饭。你看那鱼。多种啊，这个都是出海捕鱼的，这渔船啊，这渔船的，你看，呜呜呜，一条，你看，看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知道，我
祈福用的。有多好喝？你叫什么？你叫的应该是个饮品。这个用很轻的，你用很轻的铅就可以钓到它们。你看那个小小的，比较上面的，你看比较小小的哥，那比较上面的小小的那个比较上面那个是豆仔。抓不到，水很深，很危险。这水很深，很危险。有吧？